为了提升和平镇志愿服务的品质，也提供民众参与志愿服务的机会。和平镇举办2009年度志工大会，由和平社区联谊会理事长陈淑美带领来自和平镇内29个里30队，大约700多名志工来参与。希望透过志工大会书，和全镇的志工朋友做伙动起来。何必定让阮厚杰表示，希望借由这届大会师活动，将志工精神永续经营，看家后辈还是志工的精神。今天是我们和美镇志工大会师，就是我们各社区的志工的一个大会师。然后我们这个大会师是1年1度举办，我们各社区都有表演的一个活动。然后借由我们志工大会师，让彼此志工对我们在社区的一个发展做一个联系，做一个互相的彼此的一个经验交流，然后我们的共同的一个社区由我们共同的志工来维护，让我们和美更美。和平镇社区联谊会理事长陈淑美表示，今年志工大会主题是幸福中华爱在和美，为了凸显爱这个主题，今年特别邀请镇内长辈穿上新娘衫的礼服，欢迎重温少年时阵的爱情。非常欢喜，非常精彩，因为我们的志工爱相随，同心齐步走的社区联谊的志工大会师啦，今天办了很多的一个产业的展现啦，各社区的一个班队的成果展啦，大家都提出他们的精神，最好的表现把它展现出来，我想今天的这个活动会很成功很圆满，各社区的一个成果都非常的丰硕了哈，这一直以来这是我们的和美镇的社区哈联谊会的一个联谊的部分哈，非常成功了哈，每年都会办一次了哈。志工来自每一个角落，无分大小、区域、族群、性别，做志工会当让人快乐，也会当让社会更加祥和，并且为家己带来心灵顶面的满足。新竹华新闻李炳宏何必采访报道。